明州娱乐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那简单讲就是一个 one take， 然后 live 录影的一张专辑。那么整张专辑有十首经典的老歌，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那么希望就是这些歌呢，听过的朋友可以让他找到当年他听这些歌的一些回忆、画面、记忆等等的。《无间道》当时很红，那里面就用这首歌，当然这首歌在更早 就已经有了。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入行嘛，我好像国中吧。然后那时候很红的是，大家会用《无间道》的画面去配台语的。那个闽南语的台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但是不是完全剧翻剧这样子，是瞎讲，那个他们自己想配的，很好笑。说出你心中的爱的真言，就是我永远爱你。对啊，你最无法接受别人对你是袖手旁观。加油，游戏王！什么啦？你看到了，你还袖手旁观，这样不行。就是你看到了那要应该帮助的事情，你却袖手旁观，这样不行。我最近想睡，想到没有睡。我为什么要想睡？想到没有睡干什么？神经病！你最难忘记哪个城里的月光？怎么啦？哪一个城？什么城？就哪个城市？台北城可以不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对什么事情最矜持？对什么事情啊？音乐。如果你有千言万语，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的时候，你会唱千言万语？想要找回哪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？我没有，没有被遗忘的时光。亲密爱人做什么举动会让你最无法？就太主动的事。希望几岁之前要遇到那一次幸福的机会。哪一次？哪一次？请你清唱一段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歌。张三的歌。我们。